我在生活中的另外一个角色众所皆知是皮拉提斯老师。那譬如说像我自己，因为我现在教室在家，有的时候人家来我们用完的那一张床要怎么清洁，大部分大家会想到就是用酒精。可是我必须说古堡无患子的这一个四级安才是最厉害的，因为它必不会去伤害你器材上面的质料，不管是 PU 皮啊、真皮啊，那个都是不能用酒精擦，甚至是像瑜伽垫这样的东西，平常我们去那些教室都会提供给你酒精，你就擦一擦，因为大家都用耗品的思维去思考，就破了也没关系。但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是身为一个老师，我当然会害怕。像这一罐来讲，我们就是大范围的大概喷一喷，再用一张纸巾或是你干的布大致的去做擦拭，其实它就可以帮你做到很好的消毒。所以我也很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啊，把这一罐分装成小瓶带去你瑜伽课啊，或者是你要去健身房，这个的效果不输任何的酒精。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，比方家里如果有养小狗啊、养小猫，你可能也会需要去做地板的清洁，因为它们喝个水或者吃个东西就撒个满地，那你也会怕说会不会造成家里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细菌滋生，尤其是天气慢慢要转热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瓶这个一样，你就在狗狗吃饭的那个范围大致的喷在地上，不管你家是什么材质它都适用，又可以帮你做消毒、帮你做清洁，没有味道也不会影响到宠物啊，譬如说宠物的健康我们也会很在意，有一些有精油的产品狗狗闻了不舒服，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在地上爬，我们当然都会希望说不要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物的味道。这一罐四级安是我非常推荐的消毒产品。